激光区别、光之区别，它都是它一样的道理，它是都是靠这个物理的方法来驱逐这个色白啊。但是这种光子它是靠强脉冲光啊，光子它是一种强脉冲光，而激光呢，它是一种就是它的作用可能比这个光子作用要强一些，所以说是。对于光子区别，它是就是最表浅的东西，它是靠那个高光，就是短暂的哈，就是这种把这个色素打掉哈。像是一种吧比较行且的一种色白，包括行且的一种雀白啊，就是这种可能起到就是亮肤的呀、啊，或者是一种作用。但是稍微深一点的，就是靠光子去不掉的啊。你像激光吧，它类似一种接触性的治疗，就是它这个。它非接触性治疗，它是通过的一种烧灼，它这种作用要比那种就是光子的要强，所以它针对如果是光子去不掉的斑啊，来拿激光来驱除。